少男时代，人家是少女时代，是少男时代。来，少男，快点上来，赶快把你们时代展现给大家，掌声鼓励欢迎少男时代，张世杰、林翔安、赵品全的《离开地球表面》。你要嗨一点哦，要嗨一点哦。那翔安真的不用看他爸爸怎么，跟他爸爸好像，超像。哦，没关系，在前面你们。身边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，我
少男时代，来我们一个位置啊。请问一下，高兴的时候扑通扑通的 tempo 应该怎样？高兴的时候，高兴的时候心跳应该怎样？跳跳扑通扑通扑通，高兴。那生气难过的时候应该怎样？心跳的扑通扑通的频率 tempo 有什么？扑通扑通扑通，还是一样。那请问一下，很生气很生气的那频率的 tempo 应该怎样？扑通扑通扑通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好，这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新少男时代带来的这个离开地球表面。好，还是一样，要不要说扑通扑通的话祝福大家？谢谢教练们指导，学我们。哦，你的梗被人家学走了。谢谢大家看他们唱歌，谢谢大家辛苦了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别害羞嘛，好。谢谢教练陪我发球，发这么认真。谢谢。所以你害怕叫教练唱一首，教练请准备。还有下次我们看演唱会记得。哇，开演唱会耶，小巨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个短的短的球场，对不对？来，跟你啊！祝教练还有各位家长新年快乐！好，谢谢，谢谢他们三位少男时代，祝你们好运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。